好，在这单元呢，我们要讲的是 Excel 如何将混合内容排序啊。这范例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有每个人的早午餐晚餐的费用。那我现在呢，希望照午餐的费用来排序啊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很多人会说一个问题啊，第一个很多人会打一个什么90，有没有啊？打完后呢，下面我们按 Ctrl 一，有没有？它就会自动帮你抓出来多少？12886728710120跟170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？直接选常用里面的排序，从最小排到最大，或者从最大排到最小，它就顺序帮你排好了。那排好以后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栏干嘛？再删除掉或清除内容就可以了啊。那就可以照我们想要的排序啊。那接下来讲，你假如说你要照晚餐，很简单，你就把242打上去。到了下一格 V3 储存格，按 Ctrl 加一键，它就全部出来。出来后呢，你再选择什么常用里面的排序，有没有？好，我要从最大排到最小，有没有？它马上就帮你排好了。从大排到小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清除内容，就可以了。